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柳工美卓的履带式反击破 LMI1213 产品。这是一款采用全液压驱动的破碎机，拥有美国康明斯 QSM 系列发动机，额定功率300千瓦，直驱破碎机设计可显著降低油耗，适用于岩石工矿、岩石硬度和腐蚀性较低的材料，例如石灰石、建筑垃圾等工矿。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的破碎过程。首先是我们的大料斗，该料斗的标配为6立方，可选配加装至9立方。原料通过大料斗进入到产品的预筛分，可将泥土有效的筛分出去，大大减少了对破碎机的损耗。这款产品采用了美卓原装进口诺德伯格 MP 系列反击破，拥有重型转子、产品产量大、出粉率低、力行好等特点。此外，这款产品还标配磁显机，将原料中的金属筛分出去，最终产出成品石料。这款产品产量每小时300吨，维护方便，可靠性高，能最大程度为您创造价值。柳工矿机将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引领行业发展方向，持续推出卓越高端的矿山成套施工方案，努力为广大客户创造最大价值。